全往招牌手枪，然后往前面强正给你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可以拉上方，对，放松，然后你看，我坐上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在这了，我们在这了，我们的出手空间就出来了，对吧？然后你就，你试一下，不，不需要这样，你看，你重心下来，你就回不来了，你的重心还是在你的屁股上，在你的脚步，你脚步是往前的，然后。 那你的人还是稳，否则你这样动作就你就不稳了。炸！来，好看看。对。 他学的挺快的，一点就能跑上来。来。